星星展翅高飞，快到去唱乐园，到那边来，草原黑木牵着山虎开派对。我是果冻姐姐。小朋友好，我是小红妹姐姐。Hello， 我是泡芙姐姐。Hello， 我是奶油哥哥。Hello， 我是海苔哥哥。
学国字。彤彤姐姐，你今天要教什么字呢？萌萌，你认得这个字吗？嗯，我知道，这个字是山，爬山的山。答对了，古时候的山写成这个样子哦。哎，这不是写，是画出来的山吧？也没错啦，这个山啊，就像是中间高，两边低的三座山连在一起的，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山字咯。哦，哎，那某某，这个字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很简单啦，是石头的石。又答对了，以前古时候的石写成这个样子。某某，你觉得它像什么啊？我觉得好像一根旗子下面有个大石头。也对了一半，其实是一座山下面有一颗大石头。那一个山跟一个石加在一起会变成什么？山石。岩，岩石的岩，有高山的意思哦。这样默默了解了吗？嗯，了解了。不过彤彤姐姐，古时候的人好像很偷懒呢，字都不好好写，都是用画画的。某某，古时候的人不是偷懒啦，是因为以前还没有文字啊，所以他们就用画的，把样子画出来，让别人可以了解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老爷车，加满勇气和梦想。起见的时候爬爬灶，遇见的时候打水花。蜿蜒小路，美丽海岸，方向盘转啊转，无比的骄傲。今天雨天，大街小巷，叭叭声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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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爷车，他眼睛不发光，大嗓门不说话。陪我玩，永远你最棒。阿公的眼睛闪闪在发亮，大嗓门爱说话。我学小狗汪汪逗你笑，永远你最呀。今天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哦。小朋友要记得准时收看，这样子就能一直看到帅气的焦糖哥哥，拜拜。还有笑眯眯的哈密瓜哥哥，拜拜。以及搞笑的柠檬哥哥，拜拜。拜拜。